嗨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 Roblox。那这是一张什么样的地图呢？这是一张逃脱地图。今天我们要想办法从这个地层里面逃脱出去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哇，一开始就有一个巨坑哎，我们要从旁边绕过去。这张地图怎么感觉玩过啊？好了，那我们就继续往前吧，看一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。哦 ，OK， 我感觉这张地图很像我之前玩的鬼城啊。这边怎么会那么难跳啊 ？OK， 来来，跳过跳过，再往上走。不能太早跳啊！好，上来喽。下一关是坚持是吧？我们可以从那上面跳过去吗？啊，果然不行啊！好了，我们直接走过去吧。来喽 ，OK， 再来，最后一关，轻松啊！这样应该会比较好过吧？好，来最后一次啊！最后一个这个特别快啊！前面那个不要给我跳舞了，过过！我不信，我不信，一定可以，一定可以！哇、哦，一定可以！我过了，过了过了过了、啊！最后一个这个很难哎。它只有一瞬间的机会啊！好了，不管了，我们继续往上走。接下来还会有什么关卡、啊？哦，上一个很像仓库的地方哎、欸，出不去，有吗？有钥匙吗？有哎、欸，好大，这钥匙也太大了吧？那这样就可以开门了吗？那其他宝箱里面有东西吗？好，有东西。哇，这又不能开了，要再重拿一只钥匙。来吧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，开喽！继续往下走。哦，捕兽夹。我们是不是也要来试试看啊？来喽！好，他会夹起来。我以为碰到就死哎、欸，他这张地图做得很细啊。从这边 ，OK， 掉过，再来，再来，好，轻松。后面这边哦，不要一个一个下哎、欸，可以直接从这边跳下去吗？哦，可以哎、欸，是不是很厉害啊？好，继续往前走。再来，哦，前面呢？啊，这是不是？一个人掉，全部人都被刺死啊！啊，不闹了，不闹了！为什么他不先走？为什么他不跟我一起走啊？我刚才只是在做测试啊！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！好啦好啦，往前走，往前走。哦，咦、欸？啊、哦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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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想说他要被刺死了、欸。前面有一个人头哎、欸，看来我们要进去这个人头里面的、啊。来，哦，差一点掉下去。来吧，我们一起进去吧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往前吧。这应该是加速版，过来。OK， 我们可以一次过吗？哇！这次我一定要过啊！来吧！呀，好难啊！哦、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要跳到最低点这个啊！对对对对，
好喽，来，再来，再来 ，OK， 跳过喽 ，Nice， 好，要出去了吧？哦、这边还蛮难的，这边，好，出去喽。哦，还没出去啊？第二个小关卡是吧？来，那这边呢是要搬这个桥吧？这样吗？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快走过去哦！感觉是桥掀起来了。好了，关。哦，出来了出来了。哦，怎么有一只巨龙趴在那？等一下应该要过去那边的、啊。好，那这边是要搬这个吧？啊，也有电梯啦，来吧，这是一起做的吗？有哎、欸，这电梯也太慢了吧！这电梯上得去吗？超慢的哎、欸！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！来吧，来吧 ，OK， 哦，耶！哇，又要重坐在电梯啦！哎，他们怎么跟我一起重来啦？我不要乱跳好了，不要乱跳，不要乱跳。哦，加快了，加快了，加快了！直接跳过吗？啊，终于可以了！哦。有人死了，好了，接下来要跳这个岩浆呀！来，哇，你距离抓得很刚好哎、欸，再往上走，哦，还会冒烟，要上去了，毕竟那只，哇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果然是这只龙喷出来的、啊，大家要进去它的嘴巴里面了。才能逃离这座城堡啊！好吧，来咯 ，Go！ 还有这样的挑战呢、啊？哇，它这里面做的还蛮细的哎、欸，这个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往前走吧。OK。哦，喂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边跳下去也要计数哎，这个。好，来咯。啊、哦，这样就可以了吧？好啦，这边我们就轻松给他跳过吧。咦，靠，这怎么那么难啊？好，知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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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跳到眼窝那边。对，没错，跳眼窝啊。这作者真的来整人了。可以了吧？哦，终于过了，终于过了！啊，接下来，咦，怎么一下火一下冰的、啊？龙的体内这样是正常的吗？啊，往上走喽！哦，这边是要被排泄出去了吗？OK， 轻松。然后接下来死亡鸽子关，一次跳过。哦，好像被排泄出去了、欸。好啦，我们要跳下去喽，来喽 ，Go！ 哦，等一下，我们从哪里被排泄出来的？啊，我们从它尾巴被排到这边的、啊。然后我们现在要继续往上走了，来吧。这也太高了吧 ！OK， 上来喽、哦！还有一段路，还有一段路，又是电梯啊！好吧，来吧，来喽！这应该是最后一个、最后一层的电梯啊！终于到了 ！OK， 还有吗？啊，还要往下跳？那我们刚才坐上来是什么意思？
哦，啊，这边还可以再看一次龙哎，我们好像是来观光一样啊。这边再给你看最后一眼龙。哦，终点到了，逃脱成功。前面有这个勋章哎，拿一拿，拿一拿。耶、yeah, ，拿到了，拿到了。然后一样，这个加速版还有跳跃的、啊。好，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实况就到这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点个喜欢，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支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